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，通通都是财物。今天讲财富，物里面含的多了，他所想要得到的，所以他身心不安了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无非是想求得他之所爱、所好、所愿。所以他的身心定不下来，不安呐。这就是唯心造事，心里打妄想。身要为这个妄想去办事，又警心曰：“为心走使者，如客路住于养眼。”这个故事讲了很多。春天，特别是早晨，黄昏也有这个现象。我们在国外，地广人稀，车开在高速公路上，看到前面的地气，好像水里头的波浪一样，一冲一冲的。常常看见雾气，就是地面上的水蒸气，这叫阳焰。路野生的，他不知道，他远看呢以为是水，他渴了想喝水，往前面走，走不管走多远，他还在你前面，永远找不到。它不是水。这个口渴的鹿啊，以为是水，追逐阳焰而得不到水。这是比喻。世间人想得到财富，想得到五欲六尘，财色名食睡，不知道这些东西它有因果啊，不修因怎么可能得来？看到别人有，想尽方法欺骗他，夺取他，得到了。得到怎么样呢？自己享受不长久，转眼就成空了，累积财富。有啊，真有其人呢，累积亿万不敢放在家里，我记得我1977年第一次来讲经，是盛怀法师跟谢道莲居士两个人到台湾把我请到香港来讲经。那第一次出门，在香港讲了4个月，谢居士小有财富，
不是大富人家。啊，他的那些金银珠宝放在银行保险箱里面，啊，有一天他带我去看，啊，三个抽屉打开来给我看，我嘲笑他，我说你就这么一点点呐、啊，财富不敢放在家里，放下怕打劫，不敢戴在手上，戴在手上出去你们手砍断，只有放在银行里头保险箱里头，那是他的。我说你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他说你有，哎呀，我说我太多了，我自己都数不清啊。他在哪里？所有珠宝店都是我的，我去看，拿来我看看，看完之后收起来，乖乖听话，又不能带在身上，又不能放在家里，怎么能算是自己的？那要算是银行保险也算是自己的，那所有那个这个珠宝店的都是我的嘛。啊，我去看，叫他拿出来，他敢不拿吗？叫他收，他好乖乖收起来。人要有智慧啊，这是被欺骗了，啊，以为是自己的，错了。我讲经是常说，你身上带的钱是你自己的，放在家里放在银行不是自己的，你住在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自己的，离开房子不是你自己的。我说实话了，说真话了，心里头没有负担了，全放下了。啊，这个认为是自己，那个认为，你想想，全是假的。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？这为心作事，这个心是妄心，迷惑颠倒的心。啊，你为到他，一天忙到晚。受苦受难，冤枉啊！像克罗格杨业啊，一言拢于空话啊，意思是什么？眼睛有毛病了啊！看外面空中，总觉得空中出现很多东西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眼病，好眼睛看不到。啊，我们也害过眼病，有这个经验。啊，不只是戒为也，爱谁之心呢？啊，贪爱，感应的是水。严重的是水灾啊，说不了病化而走吃苦啊，不明了，因为眼睛有病，看到空中好像有花，其实空中没有啊。这跟这个比喻相当，从这个比喻里面，希望我们觉悟。杨焰，即是下面这个带火字边的焰啊，乃沙漠中出现的幻象，冤枉似水。啊，客路、客马等，求水心切，去复求银。为师徒劳啊，这个刚才跟诸位说过啊，杨业旷野当中啊可以看得到啊，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，如果几十里路都没有人家，这种现象呢
就很可能出现。又如有意之病，眼睛还毛病了，与虚空中的妄见空化啊，自己想去择这个化，哪知道是一场空。这都是说形容未心走失，走失者就是劳碌奔波啊，一天忙到晚，不知道忙些什么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”这个观念，这个说法，绝对不是消极，它是事实真相。那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人如果想求富贵，佛法里面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儿女得儿女，求长寿得长寿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个话我第一次听到，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那一年，他老人家65岁，我26岁。啊，张家大师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人呢，他看人看得太多了。从阅历当中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。看到这个人的相貌，精神、仪表、谈吐，啊，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呢，他都知道。啊，那么对我当然不例外。老人慈悲呀，帮助我们改命运。啊，命里头没有财富，一生贫贱。命里面没有长寿，短命的相。啊，他虽然没有说，我自己清楚。啊，他叫我把这个因果说清楚，说明白。啊，财富是果报，因是什么呢？是财布施。我没有财啊，我怎么能修财布施？那得有钱人才做得到啊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还勉强还行。
他就下断语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学布施。最重要的，要长存布施的心啊，不能没有这个心。力随分啊，有多少就布施多少，财布施得财富啊！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啊，你所知道的。喜欢讲给别人听，这叫法布施啊！不但自己要讲给人听，自己还要做给别人看，身心言交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聪明智慧，无微不至。别人遇到困难，遇到这个障碍，你有方便把它化解啊，让他离开恐怖忧虑，这叫无微不至。果报是健康长寿啊！我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他就叫我要真干啊！先试试看，他那一天给我说了六个字，看得破放得下，他说你就真正干了，就落实在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你去做六年看看，我很听话，就认真做了六年，六年果然有效果，而且效果非常殊胜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寿命只有45岁，45岁以后，这个寿命全是这一生修无为布施、法布施延长的。啊，自古以来。修长寿的人多，得的果报也很显著啊！啊，但是延寿超过40年的不多。啊，大多数人是一个期、两个期、三个期，很多。啊，一个期就是7年。两个期14年，三个期21年，啊，袁了凡先生延寿21年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走的，啊，延寿3个期，我没有求长寿。啊，我把寿命交给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觉得我什么时候该走了，他就会来接引我。那不来呢？不来就让我表法。啊，表什么法呢？表这3种布施。
啊，财施法施无畏施，我做了一辈子，天天都在做。讲经教学是法布施，用我的身体，用我的精神，这叫内财布施，比外财果报还要殊胜。啊，外财身外之物，啊，内财身心体力。啊，无为布施，念念不舍苦难众生，啊，念念都想帮助大家离苦得乐，这是无为布施。啊，老师教我，我做了62年，证明老师说的，佛经上说的，丝毫不爽啊，绝对正确啊，所以我们应该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真正有德学有学问的这些老师的教训尊师重道，依教奉献，决定不吃亏啊。啊，决定有殊胜的果报。啊，不再有劳碌奔波。啊，游化在人间，无比的快乐。这些都是从佛法当中得来的啊，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。